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圆形物体的捆绑。首先把绳子摆成这种 S 字形，然后把这些圆形物体放到这个绳子上，绳头分别穿进两个绳圈中。然后稍微收紧整理一下，再把绳头相互穿过对方的绳圈里面。最后收紧绳子，这样提起绳子，圆形物体也不会散开，非常牢紧。这是个圆形物体锁紧扣，简单实用。平时一些圆形物体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捆绑。